各位新马的老师们，还有南部老师们，还有新马的各位姐妹辣妈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沈妙一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妙妙老师。今天真的非常高兴，欢迎你们到台湾来玩，更欢迎你到我们紫观这个小地方。可是虽然地方小，可是姐妹们都是蛮热情的啊、哦！我们南部人的热情就是在这边。来，接下来我先介绍我们的贵宾，就金马的老师，我会念到名字，金老师上台啊、哦。来，黄甜心老师，我们的甜心老师就是我们这次金马老师的老大、带头者、领导者。就是也是因为他，所以我们才让我们台湾的老师能跟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老师能够认识，也是因为甜心老师啊、哦，欢迎甜心老师跟他的团队啊、哦。来，接下来是王宝玉老师，宝玉老师，欢迎你，姐妹们，掌声热烈一点哈！紫薇的、紫衣的，还有小珍老师那边的，还有玉梅老师团队，掌声大声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来香老师，黄来香老师。来，接下来是谢丽梅老师，丽梅老师，还有李梅欣老师。啊、哦，李梅欣老师举一下手哈，大家才会知道。来，接下来是邱美容老师。OK， 接下来介绍是马来西亚的老师，来，马来西亚老师是洪真真老师。珍珍老师，谁的老婆？大家记得吗？演艺人员珍珍是谁的老婆？来，黄珍珍老师，接下来是王雪梅老师，还有陈春兰老师，接下来是于静平老师，还有是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现在介绍的，我们是台湾的老师。那现在台湾老师请准备啊，欢迎我们的台南的陈美玲老师。陈美玲老师就是这次跟着那个甜心老师他们团队南征北讨啊，从台北开始玩到这边，是不是啊，美玲老师？是啊，南征北讨。这边其实来说，说实在话，甜心老师这一条也是因为美玲老师的关系，我们才有机会认识的啊、哦！谢谢美玲老师。来，接下来是那个，来，这个是哈大人物，为什么说是大人物？我们这老师里面，你大家觉得我最胖对不对？南部老师我最胖对不对？其实错，还有一个比我胖，我们哪里的？老师郭翠玉老师，她叫董娘。董娘，董娘在哪里？董娘在换衣服。哎呦 ，OK， 好了，她等一下要穿那个旗袍出来，所以她在穿比基尼出来呀、啊。董娘，你不能穿的比我辣哦。来，我们先介绍我们高雄的老师哈。来，我们现在欢迎爱丽丝的两位老师是刘桂儿老师。这位老师是他基本上是跳双人土风舞的啊、哦。来，接下来他的舞伴是陈慧伦老师、Amy 老师。Amy 老师是双人舞跟单人舞都有在教啊、哦。来，接下来是陈素月老师，素月老师，素月老师在哪里？哎，陈素月老师，男子的素月老师啊、哦。那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各位辣妈。这是陈淑月老师，董娘，快点啊，穿比基尼吗？你不是穿旗袍啊 ？Hello， 来，姐妹们，平常你们都说我最胖哎、欸，我就站在瑞琳旁边都是最胖的，结果现在。
色，所以呢取名叫巧克力老师啊、哦。来，欢迎哈。接下来是呢我们的陈真玉老师，小真老师啊、哦，这是我们的沈世妍，很漂亮的老师。来，接下来是我们的陈美君老师，美君老师相信大家对他比较熟，对我比较不熟，因为他的舞是编的舞是最多的。哦，他几乎一天编一首舞，一个礼拜他可以编到二十三首舞，所以他是超级厉害的。OK， 来，接下来是哇，垦丁最远的徐真老师，垦丁啊最远的哈、啊，所以你们如果是去垦丁啊，去儿童比什么的话，南村的话，这是我们最最美丽的啊、哦，最美丽的徐真老师。杨慧莲老师他现在在赶场中，马上就过来了哈、哦，他刚才去上课，所以匆匆忙忙的又赶回去，待会又会匆匆忙忙的赶过来。来，接下来是台南的林锦华老师，锦华老师。好，接下来是严多月老师，也是台南的啊、哦。接下来介绍的是台南的严秋月老师。啊，这是锦华老师，还有严秋月老师，秋月老师来前面举一下子，大家认识一下哈。OK， 接下来是杨艳玲老师，杨艳玲老师，杨艳老师，我们是今天多少日？说实在话是第一次见面，欢迎你，欢迎你哈。台南的杨艳玲老师，还有台南的陈树林老师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来 Hannah 梅杰西，我最得意的男生，也是让我最嫉妒那个身材的。来，我的学生刘瑞玲老师，就刘艺玲老师，每次我跟他站在一起，我真的很倒霉的，他只有我的一半，所以每次人家说我很肥，其实我不肥。所以你不是我太胖，是要太瘦了。来，接下来是大家最爱的柳玉珍老师。我相信哈、哦，新马的团队一定是比较认识他，啊、哦，不认识我，比较认识他。哎，柳玉老师，他也不要站在我旁边，只有董娘可以站在我旁边。哎，苏月老师也可以站在我旁边，才会显得我的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是欢迎的是素月老师的女儿，也是曾琼慧老师。来来来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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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曾琼慧老师。OK， 站不下来哈、哦。来，马迪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来站起好了。我们那个个子一百八的到前面。白酒，给一百九的，我们照个团体照啊、哦，我们照个团体照，一百九的，一百九的，一百九的 ，OK， 一百九的，那稍微你们前面委屈一点，带来是没安的，先看，带来 ，Hello， 你们看，想不想看点福利呀、啊？老师都没有看到事业线哦。
西马老师请到前面来，我们南部的老师也有一个小礼物，我们南部老师一个小礼物。Hello， 那个刚刚出的那个拿出来呀，在哪里？不是啦，我们代表南部老师，这是每个老师送的。我不用，我不用，因为南部老师超过十个，所以够了。好了，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西马老师。还有一位，南部老师妹。好了。几位老师的心意哈，但你我怕到哎，我蛮怕到哎。我们又要踩不下来。